这是第一次的这个初试的结果，希望在下一次评价的时候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你们。今天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哇，这太突然了。那明天孙亚轩好之后再换。穿出一身你们搭配的衣服拍照片，通过投票，第一名可以获得优先选择个人舞台的出场顺序。哇！穿成大哥大的感觉。哎，豹纹连衣裙没事。你要，就是脸好看啊，穿啥都好看。我这票投你了，我有男人味。你就买他的，就买他，真的真的。下辈子绝对能跟你说，我怕是。好，我懂了。就撩起来女装是吗？不知道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拍摄的地方，一分高下。OK， 那好 ，Let's go， 真好。